Jimmy 你好，我想問下你今次嚟嘅目的係乜嘢咧？我自己是一個音樂療法的治療師嚟嘅，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會接觸，知道潛意識的力量啦，知道一個正面思考的力量。咁其實每日都是做緊或者面對緊一啲朋友。咁所以 Raymond 同我講嘅時候，初初佢話行火，我唔好搞我啦，使唔使咁激啊？咁但係我覺得聽完幾次之後，自己我諗個心態準備好，咁覺得都可以去體驗係最緊要咯。咁所以我希望即係行完火之後，睇下自己原來潛意識嘅 power 可以咁大。咁如果可以咁大嘅時候，應該好多嘢都可以實踐到，同埋都希望自己體驗之後可以幫到身邊嘅人，即係將呢樣信息傳開去，令到好多人生活都容易啲、輕鬆啲、快樂啲咯。係好。我覺得是集中在前面你的目標，其他你全部都不記得了，就是你根本不要 focus 在你的腳度。我走了三次，即越走越好，即當你經過鍛鍊之後，根本是完全可以做到。你初頭看到的時候會有種驚，那些不是要這樣走下去，是吧？辣到紅了，但我覺得我很佩服第一個走那個。